将六封不同的信任意投入三个邮筒中，试问有多少不同的投法？第一小题的话，不同跟不同就是次方。那每封信有三个选择，所以是三的六次方，所以等于729种。第二小题的话是六封相同的信投入三个不同的邮筒，所以是 H 一同等于 H36 等于 C86 C82 等于8乘7除以2等于28种不同的投法。